香港要安定安宁，不要暴乱动荡，要繁荣昌盛，不要凋敝衰败，要精诚团结，不要对立撕裂，要文明法治，不要野蛮失序，这是全体香港人民的共同心声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安来福来，安是最大的福，乱是最大的祸，国安才能港安，国安才能家安。保国家安全就是保一国两制，就是保香港的繁荣发展，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，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，就是保所有外国和内地来香港投资者的利益。没有安全和稳定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